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能够有能力的刚强起来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成为软弱人的拐杖，让我们成为破碎心灵人的医治，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光芒，照亮那黑暗世界里面的人。我们属于都是你的百姓，我们征服出你，宣扬你的生命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你叫我们发光。当我们寻求你面，主啊，是你的能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地。愿